那我们只能走了，我们不想出去，不想待在这里。你们只想出去，对，我们没有办法了。他书记就站在里面，他不是那个。我们现在是阴性的。走一下就走不动，没有关系，我们都不想麻烦政府，真的，我们都不想麻烦政府，也不想想来公务局，我们都不麻烦政府，对，我们心里想你就是这种，不许他公旅游，你想没想过在里面，感觉你位置还在里面，位置还在里面，1公里嘛。我走到明天我们也愿意啊，我们愿意走到明天，我们走到家里不会死，对的，在这里要死的，在这里要死命的，没关系的，方向没有我们。你现在怎么回事啊？